林妈妈也来到了现场。今天球迷很担心说，哎，林妈妈要穿什么球衣？联盟也准备了一个两面的，好不好？不用再换来换去了。真的是很开心，我很感谢神有这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在这样子的 platform 一起打球。我其实蛮紧张的，我替他们很紧张，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不管他们在 pickleball 或者是就是平常在跟别人打，他们其实都是同一队的，很少是他们对打的，除非在练球的时候。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天会怎样，我在记忆里面我都不知道他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对打，所以今天我替他们很紧张。我想他们大概不会那么紧张，我比较紧张。那要问你妈说今天有希望是谁吗？还是说想看到他们两个彼此真的有什么样的表现？我想我今天替他们的祷告就是说希望他们今天能够用神给他们的这个天赋，然后再做尽他们的力去打这一场球，然后用这个行动来荣耀神。那我第二个是希望他们不要受伤，不只是他们不要受伤，所有的球员都不要受伤。那第三个就是希望借着这个舞台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健康正向的篮球，我觉得这一点。然后就是在这些球员在比赛的当中，不管他们经历的是多大的压力，或者是是有什么样的情绪，他们能够overcome 这个挑战，然后不妥协的完成这个比赛。那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人的生命当中，可能我们遇到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困难，也可以借着看到这个比赛，看到他们的这种不气馁的这种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其他的人在生命当中能够更 overcome 我们的能力。